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亲子乐园。今天贝利亚又来糖果机买糖果和玩具啦。糖果机掉出来了一个怪兽胶囊和一颗蓝色的糖果。这是什么怪兽的怪兽胶囊呢？原来是宇宙恐龙杰顿。它发出的是蓝色的光，让我们用杰德升华器来听一下它的音效。扫描第一下是怪兽的登场音效。扫描第二下是怪兽的必杀技。好神奇啊，胶囊变成了一只真的怪兽。这时候怪兽的肚子好像饿了，正好还掉出来了一个蓝色的糖果。贝利亚准备把糖果喂给怪兽。好神奇啊，吃了糖果的杰顿变成了另外一只怪兽。贝利亚说太好了，又有一只厉害的怪兽，下次可以用来对付奥特曼呢。他开开心心地回家了，迪迦奥特曼也来买糖果了，他会买到什么好玩的玩具呢？糖果机掉出来了一颗黄色的糖果和一个奥特胶囊，这会是哪个奥特曼呢？出现了，那你们知道这是哪一位奥特曼吗？他发出的是黄色的光，让我们用升华器来听一下它的音效。扫描第一下是奥特曼的召唤音。再扫描一下是奥特曼的登场音效。扫描第三下，可以听到奥特曼的必杀技呢。好神奇啊，胶囊变成了一个真的奥特曼，而且还是黄金的。这时候，奥特曼的肚子好像饿了。正好还有一颗糖果，迪迦奥特曼拿来喂给奥特曼。嗯，好美味啊，我感觉全身充满了力量。哇哦，太神奇了，黄金的奥特曼变成了欧布奥特曼的暗耀形态。欧布跟着迪迦一起回家了。正好迪迦奥特曼和贝利亚奥特曼都买到了奥特胶囊，他们又来进行奥特曼怪兽的大作战。欧布的暗耀形态要先来发动攻击了。这只怪兽手上有两只大镰刀，看起来好可怕呀。看我的欧布飞拳。哎，怪兽怎么不见了？我可是会瞬间移动的，看我的镰刀攻击。不好了，欧布奥特曼被攻击了。好强大的怪兽啊，看来我也要发动我的必杀技了。怪兽终于被打倒了，变成了一张卡片，原来是杰顿的怪兽卡片。那今天的奥特曼怪兽大作战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可以给我们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